原住民朋友啊，可能有一些爱吃槟榔，所以牙齿不太好。到了55岁以上啊，很多要换牙齿。大家知道牙齿很贵啊，所以台中在黄人的支持跟坚定努力之下，我们所有台中原住民同胞55岁以上换牙齿，通通免费。我们帮华人鼓励一下吧。喂，这是了不起。另外，黄人也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也感觉到，原住民的教育非常非常的困难，所以他要求成立整个原住民完全的中学。所以黄人的努力使得原住民有自己读书的归属感，大家帮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另外，黄人也发现我们很多宝贵的原住民文化在流失，所以他要求台中在乌日地区一定要照顾原住民几千年来的传统，成立了一个原住民射箭的训练中心，让原住民的弓箭技术永远不会失传。这也是全台湾唯一市政府所设立的射箭中心，也是黄人争取。我们把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我也这样觉得。